OK，不得了了，勇士食堂来了！我好久没有玩了，我们应该有算了一下，应该过两年了吧，一两年了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两十连抽给你们看，勇士高校十连。这个游戏超耐玩的，我觉得目前就是没有聊天室而已。晚上应该很多人玩，也要不能预览是怎样？哦，按错啦！我的钱，等一下，我是想要预览一下，结果他不给我那个。哎，对，我跟你讲，超好玩！等一下，忘记怎么玩去，是要这样子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就可以卖了，然后你要去收集这个东西。哎，我不知道怎么玩哎，是要去收集蘑菇摊吗？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超有趣的。然后你这边可以换。你们等一下啊，我太久没玩，复习一下。这样子吧。对，超有趣的。俊就一直蛮喜欢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我们的观众也蛮喜欢。探险是扫荡吗？靠，我就知道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讲？有了有了有了！哦，他刚才就直接扫荡就好，那又有时间。所以就是全部先扫起来嘛。我懂那个意思啊。这样就可以卖啦。那为什么不要直接这边都扫起来放？这样我们就不用等了，对不对？烤蘑菇。哦，太久没玩，反而都忘记怎么那个。对啊。出这么多了。